感觉玉龙教练团这边对吹判尺度，感觉也不太满意。翻一翻哦，这他妈什么等级的比赛？这么低等的比赛，我们急什么急啊？一下两半下来，给 go，pick it up。 急啥急？你在那边干啥呢？上来有没有把握？没把握，手要不要轻一下？要不要停顿？自己摔的那么手，那么右手摔右手，讲清楚吗？不要你们哎，他们冲上了，冲上了，这边干嘛？带出来阿提诺在哪？出来告挡拆，哔哔啦啦的，不是很好吗？急急忙忙的人堆传给他，他也打不了，这样了解吧？ 阿提诺就是一块大肥肉啊，听懂吧？罗马，罗马，罗马，罗马。我觉得邱大聪教练实在太有戏剧效果了。他这每一句话都是很有戏剧效果。对，每一句都可以直接quote那么多经典名言。现在要看看说玉龙队这边啊，可不可以真的把阿提诺当做是肥肉，当做是快笑来吃。你的人会切走要小心啊。